大家好，基本上议程分为三个部分，联系、讨论和祈祷，让我们逐一看看。第一，联系，这是集体聊天、一起吃饭或一起破冰活动的重要时刻。第二，讨论，您可以首先介绍当天的主题，请大家研读所选的圣经章节，腾出时间讨论与该主题相关的问题，邀请有个人见证的成员与小组们分享。第三，祷告，这是分享祈祷请求、最新消息、生活挑战的时刻。您可以一大群人的祈祷，也可以分成两到三个人呢一起的祈祷。